棒的这个啊，后照镜的座啊，右边的常常会这个座常常会松掉，那先拆开来，我们做处理。这样没有可能对得准吗？你稍微记一下位置在哪里。哎，他之前帮你，哦，没有，没上过。然后，这是螺丝胶，先往里面放一点，这里稍微弄在后段。啊，又看到原厂本来就有的，原厂是蓝色的，蓝色这是比较好的，就是用比较烂的。哦，因为这个蓝色比较好，是因为它比拆下来会比较好拆。对。它后面有个挡点，我觉得它这两边应该都要有挡点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它从上面要插就会好一点，这样做的话。好，